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翻到嚟爱丽丝嘅 channel 啦。咁今日咧系大赛车嘅第一日，咁我出到嚟新口岸区同埋葡京一带睇下咧市面嘅情况系点样。亦都因为大赛车要封路嘅关系，好多地方咧都实施咗临时嘅改路，有啲地方咧连交通灯咧都暂停运作，要警员咧去到负责指挥。而家咧过咗马路之后咧，就嚟到咗北京街啦。我印象中咧，好似冇同大家行过呢一带。我哋沿途咧会经过上海街、广州街，再去到葡京附近咧，感受一下赛车嘅气氛。最后咧就会去埋南环嘅八角亭同埋加斯兰花园。镜头而家睇到呢一座咧系澳门金融中心，而喺佢嘅背面咧就系置地酒店。眼前呢一度咧系维景酒店，咁我知道佢呢一度咧 lunch buffet 咧系80蚊左右，而顶层嘅旋转餐厅咧我都有拍过片俾大家睇噶啦。去到前面个路口咧就会过去对面行入去环街里面，咁大家就一齐跟住爱丽丝咧行街街啦。其实澳门地方细细咧，基本上好多地方咧都会听到赛车声嘅，咁有啲学校亦都因为咁样咧而放假。睇緊而家呢條片嘅你呢，相信都應該睇咗尋晚我拍嘅東望洋跑道啦。本來呢我係想出片嘅時間係朝早5点嘅，但係最終呢都係要去到6点左右先出到。仲要呢有啲甩漏，就係呢喺片入面呢冇加到地標。當我發現嘅時候呢已經太遲啦，可能係我太心急想快啲出片。加上咧揾首適合嘅歌咧，都揾咗成個鐘，咁揀咗好幾首啦，又要試下夾唔夾條片，因為咧都想出嚟嘅效果咧有啲節奏感。我都知道嘅，唔係每位觀眾咧都中意有background music， 始終咧每一樣嘢都有人中意啦，有人唔中意，咁我就冇可能滿足曬全部人。我唯有咧凭自己嘅感觉咧去拣，系咪每一条片咧都适合加入个 background music？ 希望大家咧理解同埋明白。行到嚟呢一度咧，同跑道嘅距离咧比较近，咁所以听到赛车嘅声咧都会几震撼。
望出去對面的觀眾席咧，好似好少人，咁可能大部分咧都揀坐近葡京灣嘅位置。而家咧，京財神隔離呢一條路咧，直出去葡京，相信咧過到去唔單止啲聲，可能咧都會睇到少少嘅畫面。
一阵啦，虽然就唔系话点睇到，但系听到啲声咧都已经觉得好兴奋啦。咁上网睇翻个赛程表，知道咧而家听到声嘅呢一场咧系银河娱乐澳门 GT 杯嘅自由练习二，咁亦都系今日嘅赛程里面最后一场。同大家一起感受完赛车的震撼声，一定要继续同爱丽丝行埋今集最后的行程啦。
今集的分享来到这里了，多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这条片的话，记得订阅、留言、赞好和分享，按个钟仔，有新片出就不会错过。我们下条片再见。